各位同事，我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事，大家好。爱困的举手。有影是疲劳吼。但是会拖到即马，会还阁会坐伫遮，表示你是勇敢的吼。勇敢的什么人？阁大声讲，勇敢的，真还是假的？我无相信，真的举手。哎呀，有影就对了吼。高山族，你听有呢？我们高山族的举手看看。Mr. 也不错，很多哈。都要讲的，听有无？你是本土台湾人，阿美族要哪讲？班长举手，好笑班长。台湾的有无？台湾的，彪马族来。那边哦，那个亮亮的那个我的名叫撒凯，吼，一届、两届、三届、三届。人讲为人讲撒先生，我唔是撒先生啦，迄是刘王建富搞好的啦，我叫撒凯啦。一届咱来到这，虽然是小可有怀疑，无紧，免惊吓。第二次你过来嘛，对不对？第二拜来的时候，你讲，哎呀，有影咧，经过这种的。江苏像咱迄个美女的迄个妇女会会长，你啊徛伫遐，你话你敢知影？非常少年呢，会早时啊透早到暗时啊，为着安怎？为着咱的台湾，对不对？所以第二次过来啊，你就会得到愈济，对不对？那是讲遐个怀疑，无要紧。第三次过来，第三摆来绝对安怎？会成功是不是？这就是我的本命。安怎撒盖吼，撒盖未拄好的，你就惨嘛，安尼就无资格啊啦。我来讲，你第一当我头讲拜拜，安尼吼，今日来到这吼，我唔忙讲，所有的人爱用一个心，咱了解整个的规定。咱为虾米来到这？我是想讲，单单我头挂咱的子孙的事，做阿公、做阿妈、做爸爸妈妈的人。你敢有去一种的时刻，孙呢？未来你要安怎樣？你有这种时刻的人要唱？咱来鼓励家己好唔好？来掌声鼓励。这是浙江有精力、浙江有爱本土台湾人，咱是为了咱。我们高山族这样听得懂吗？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多年，但是这个是一个最后的机会，这次是上尾的机会，也是独独一条路而已，无其他的梦，无其他的机会。你那是会当我头看到恁的子孙，目睭底下等，目眶底下红，无梦，郁卒艰苦的时。你做阿公的人，你得到机会啊！你还阁考虑你家己吗？唔通啦，行遐两远到桃园，唔通啦，阁开一万块，阁待遐三工，唔免啦。然后你阁我头阁看你的子孙，目屎滴落。当有一天，伊做外劳的时，阿公拢嘛是你。阿嬤拢嘛是你，本来迄机会你要得着啊，你偏偏无用心，甲顾家己，安尼来，伊个梦无法度得着。所以咱即摆今日来到遮，计达得着。咱经过侪侪年来努力拍拼，有一次咱嘛是讲，来帮拍拼，为着啥物？为着台湾。结果呢？谁来谁去？谁搁倒转来？那失望啊！
十几冬来咱努力，搁拍拼。但是好佳哉，今日来到台湾民政府，来今日来上课，在座拢是啥物高级班，对不对？恁是一个吼、哦、高级主管，恁得准备要接这政府，你心里有准备无？你心里有没有在准备？有没有在准备？我们要大声说，我有。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但要有这种的看法。今日无论安怎疲劳，哈、哦，你爱绝对爱坚持到底。今日我站伫遮，我要来上课进前，我嘛感觉讲，这上课我这脚麻，个手麻的人，敢会得？敢会过？我阁担心，阁想着家己。我了后想到家己，也是我就讲啊，忝的。但是想到咱的子孙的是讲，嗯，无紧。我脚麻，我手麻，我嘛爱努力为着我的子孙来拍拼出来。好、啊，当然啦，你看咱的当初第一期到即卖人，第一期无灵气，无巅峰，哦，无遐尼水的所在。无倒啊！冬天，咱遮是非常冷的所在，拢听到安那簌簌叫，吼、哦、起啊簌簌叫，吼安尼，会安怎？皮皮喘，会加安怎？加天顺，我可怜你敢知？哦，你即马也够有棉被通盖。伊以前无米皮行行，能客家呢客修，顺顺叫，可怜。但是因的努力，因的打拼，予咱今仔日有希望。恁等底下坐，环境虽然毋是六星级，最起码予你困觉袂歹，对毋对？所以你爱感谢，真正行出来的路。进前无努力去碰的人，无咱今仔日，是不是安尼？咱爱有一个感恩的心啦，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台湾是美丽的所在，咱今仔日爱了解，咱来到遮，咱无感情，咱免讲感情，咱早期二十当中，付出感情太多了，太急了，我们太努力了，把我们的情感感情都付出了，结果呢？得到什么？空啊，虚空的虚空，凡事虚空，对不对？努力到尾啊，都回来嘛，站在这，我还是永远的我，啊，我还是永远的撒开，无可能变六界，对不对？在座的查甫拢是高界，哈、哦，含人做蛮高的好啊，对不对？高界是要个要紧，我们需要有界。茁壮我们的骨骼，哈、哦，茁壮我们骨骼。今日我来将来讲解台湾主权的脉络，啊，为头到尾拢在讲啊法律，为什么爱强调？咱乃是一个政务官，你对你的中心思想、法律基础不牢靠、不稳定，你也不要来行这条路。为什么？不是你一个人呀？咱行出去的时，人讲哦，你有参加迄、那、哦、個？我跟你讲哦，迄、那、哦、個、诈骗集团呢，有听到亚种？对不对？大家拢知呀、啊。但是您为什么来这？人讲诈骗集团，你为什么来这？为什么？因为你们看到法理是正确的路，对不对？對，因为每一个老师、每个讲师都在讲法理是唯一的路。你们因为是单纯简单的相信嘛，你们才能够来到这里，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必须要了解整个完全的轮廓。今天台湾的主权若没有法理，若没有战争法、万国公法，若没有国际法，今天你我还在哪里？台湾独立有可能不？就反而命完去啊！你看，我跟你讲，应该你早就讲啊。我时常用这种的方法讲，
什么人的主语海语海外同一是言言什么意思你敢知三民主义海内海外海外统一什么信念那什么人说的什么人的主义海外海外统一是言言一早就宣布你还说说你对不对他们已经是流亡已经是那个不去了嘛所以咱来觉醒，咱今仔日为着咱家己遐尼有头脑，为着咱家己遐尼勇敢，为着咱家己会当徛了这条路，咱阁做一次鼓励好无？所以台湾主权的脉络一定要清楚，因为你们是一般的人，你是什么政务官？我们更要清楚。你知道台湾是谁占领的？美国攻击本人呢？谁攻击？所谓轰炸台湾？美国的牙签，无牙签是安怎？是什么人？日本吗？日本的举手。有人说日本啊我说日本人他们说拿炸弹来炸给自己有吗有可能吗啊不可能嘛所以你要知道台湾是谁轰炸的美国啊美国轰炸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轰炸台湾所以呢台湾是美国占领的地方对不对啊美国占领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台湾的地位怎么样未定论那今天我们来了解台湾的地位有定论的举手那好定什么现在台湾地位是什么美战日属美战、哦、美战日属但是今天的它是美战日属是你上了课才知道的吗啊、哦、那前几天的你知道吗啊、哦、所以呢你们上课是不是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今天台湾地位未定论我们要讨论这个主旨里头有反对的观点跟论述的重点、哦、这个就称为什么呢台湾地位未定论第二个是台湾主权未定论这个理论认为台湾的地位未定是关于台湾之国际地位论述之一、哦、论述之一第二个是这些的理论认为台湾是否中华民国或者是中国一省、哦、这些去探讨所以呢暂时在这个地方暂时没有办法得着明确跟确定他们仍然是有待解决这都是一个疑惑、哦、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自从我们认识了来上课之后才知道有一个叫什么就是因为有旧金山合约把台湾的主权的原貌凸显出来对不对没有旧金山合约的时候这个台湾的主权原貌有能够凸显吗没有嘛著名自己有这个道理吗有可能吗是不是所以这种见解源于我们旧金山合约这种规定日本政府、哦、规定日本政府放弃哪里台澎对不对并且重点在这里放弃了但是有没有这个记载有其他某一个国家来收接收有没有台湾有人接收吗没有嘛只是放弃嘛好你这个房子没有人去卖给别人他没有接收没有那个的话这个房子还是你的对不 对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清楚啊、哦，有放弃但是没有载明没有载明没有记载接收狗是谁对不对因为盟军虽然同意日本政府必须放弃台湾的主权统治权啊，但是呢台湾脱离日本之后明确的处置这里呢这里并没有说啊，这个无以国际法有效的这个明文规范也没有获得共识
但是台湾是美国占领地，只是委托给什么流亡政府负责而已嘛，对不对？今天我们有许多的盲点，基督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好，我们有一个问题，台湾是常常有一个自称为学者的人说出了一个模糊的状态，不清楚，然后造成许多台湾人就糊里糊涂。所以当借着我们这个话术啊，这个整个轮廓说明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为了避免台湾的问题没有交集，而使得对日约啊日合约无法签订，所以最后呢，对日合约啊规定日本政府放弃啊台澎的管辖，它是只是规定哦，放弃台澎的管辖权呢。好，他这边的观点就在这里了，因为有志春伟旅美的这个学者，这个学者呢，造成许多台湾的主权模糊。我们必须清楚，他的名字叫什么？陈龙志，他发表什么？这些都认为当时台湾的国际法律地位未定。好，至于决定的方式，则是要依据著名自觉的原则。甘木克林，台湾要独立，这是住在台湾的人民的决定，有可能吗？不可能。因为尽简单都要共，你知道吗？谁占领台湾？对，那个占领者还没有决绝，能够自觉吗？不可能嘛。啊，这必须要有一个思考逻辑，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所以由他们说，有台湾住民以及自己的意愿，你再怎么多的意愿，也不可能解决你台湾的问题，对不对？哦，因为我们上面还有一个权力者嘛，你能凭什么？我请阿弟家，我能说什么？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嘛，先解决这个问题，来觉察才能够解决台湾自己的前途，信不信呢？所以这个学者说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一层的模糊，这个扭曲的诠释，他诠释完全是扭曲。根据这个陈龙志的这个诠释，有关台湾国际法律地位这论点，大致可分为三种。啊，他讲的哈，第一点，台湾国际法律地位早已决定台湾属中国，安定不定？有对的，有的说我们是中国，你笑脸的是我是中国，啊，中国一定强。扎给我那个，有这样喊口号的举手，我想很多嘛。哎呀，阿妹主说那么多，哈，对不对？阿妹是不是？你以前不是中国吗？我说我是中国，这样子，而且大声说我不是啦，啊，咱拢是安尼好哩好多。好，第二，伊阿咧讲，台湾国际法律地位早已决定啊。但台湾是属中国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台湾国际法律地位过去未定，现在怎么样？仍然未定。啊，但第三点，他说台湾国际法律地位过去未定，现在已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不起，而且台湾是一个进化论呢，扭曲，对不对？我们必须要看到。秘书长诠释了从战争法诠释了台湾的主权，啊，回到了这一个啊旧金山合约，那是明朗、很清楚、透彻、非常的水、非常了解啊。原来台湾的主权是到今嘛是属什么？所以咱袂当糊涂，咱是高级长官呢，咱是政务官呢，这点咱若是不了解，以后你会凄惨。修蛋修木子里，安尼我就讲，哦，是可能是啦，可能啦。我爸爸叫沈卡曼，啊，有人讲恁爸爸叫你是你敢是恁爸爸的囝？可能是呢，啊，你敢对？啊，对不对？什么叫做可能？不确定的因素，你绝对不能轻易的从你的口里说出来，对不对？信不信？比如对不对？哈哈，小卡够注意哈。所以占领者他这里特别注明，占领者不得怎么样，对不对？我占领啊，我用枪杆来抢你的，强制你为了生命安全，你必须逃离嘛，离开嘛。
那好，我占领了他你的房子，那房子可不可以归我？敢不可能？不可能嘛。当我要卖房子，我可不可以卖？我必须要找谁？还是找那个屋主、房东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是简单的逻辑嘛，行不行呢？所以占领者不得移转主权，哈，其中有两点：过去未定，现在未定，啊，仍然未定，啊，因为领土转移必须正式的国际和平条约为什么根据嘛，哈，所以美国与日本对于台湾主权的归属所采取的立场，也是根据旧金山合约，是不是？旧金山合约、日和条约，所以占领啊台湾在国际法上并未享有什么领土的主权。美国占领，他享有领土的主权吗？没有吗？这说明了很清楚，对不对？为什么还在糊涂？我们来去台湾独立啊！阿美族说台湾独立，知道吗？不一样嘛，哈。所以呢，我们必须更能清楚。所以美国方面。啊，当时哈，你看哈，当时杜鲁门总统原本他采用那个国务院哈，国务院的意见，在1950年1月15号发表，他不干涉，啊，台湾不干涉，啊，不介入，啊，袖手旁观，他就是啊好啦，你家己不得好啊，因为那个年代哈，那个年代1950年1月15号哈，他发布了这个，因为那时他不介入国共什么战争。他们战争的时候是谁败？屡战屡败的是谁？哦，蒋介石的啦，哈哈，啊，是不是？他是屡战屡败嘛，对不对？所以当时的国务院这个艾奇森，他是说在记者会上发表，中国管理台湾已经怎么样？四年，从1945年到1949年之久，好，所以美国或者其他的盟国。对该项的权利哦，对该项的权利，该占领该项的占领，从来没有发表过疑问呐、啊，哈、哦，无那就尊都好啊，变成个无的尊都好啊，好、哦，所以没有人发表嘛，所以当局啊，当台湾改为中国一省时，没有一个人发出法律上的什么疑问呐、啊，你看一次又一次的模糊哈、哦，疑问，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合法的。他们认为而已啊，好，所以呢，现在若干人认为情形改变了，他们认为现在控制中国大陆的那个势力对我们不友好的，而在那个势力不久将获得其他若干的国家承认，啊，承认哦，因此他们主张，安尼好啊，能够淡几处，但我们再等下一个什么，条约吧，但从这里就开始了，从这里开始怎么样？是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开端呢、啊，才开始慢慢的进入另外一个层面，哈、哦，所以台湾的主权的脉络，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个是什么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呢？那上面是谁占领？啊、哦，这边不是有一个蓝色的吗？啊、哦，这是叫什么？中华难民流亡区，叫做中华台北。那中华民国国旗能不能带出国？啊，奥运的时候可以被打那中华民国的旗带出去？为什么？谁反对？美国反对吗？直接的吗？谁？因为他知道你是败仗的耶，对不对？被打败的，你是流亡的呢，你跑到哪里？跑到台北呀。所以他这样你说你要称为中华台北，对不对？谁讲的？他们讲的嘛。确实他是流亡到哪里？到台北，是不是？是称为中华台北。所以我们要更清楚了解这些状况。所以我们看见早期在日本在台湾他的建设，他努力营造出了一个非常安详和乐的社会。以前咱早期咱部落还是咱庄脚，有铁门，有铁门无？门有锁无？有插到一排无？为什么？什么人管理的？日本嘛。现在有无？有铁门无？改成安怎？建议嘛。人活在角落内底，所以美国讲
台湾仍然生活在政治的什么另一中嘛，对不对？我讲到这一点，我都拢会想到，但讲为人怎样？你们真的确认你们是生活在政治的另一吗？确认的举手。真的是假的？真的。好，来举一个例子，你们怎么样？无啊，你活得好好啊，逐个月有钱通安尼啊，你厝嘛是有冷气啊，对面厝里嘛有车啊，对面无嘛有奥多麦啊，哪里我看不到你们是在政治的另一中啊？有吗？有人能够解释吗？有啊，会知是啊。啊、哦，有看到一个，有看到老人无？叫啥物？拾荒者，对不对？啊，那叫他透早起来三点半就起来开始，慢慢啊去找抓帮，慢慢去找就干啦。嘿，啥物人你敢知？嘿，老人啥物人？敢是中国人？本土台湾人你敢知？敢是中国人？领导人敢有迄个老人年金早起有无？有无？可能有，看你的形态型拢有，有无？无嘛，对不对？老外有无？一个月偌济？万二到万九，对不对？吼、哦，在树仔开啊，啊，啉啥泡茶，啉，对啊，拍麻将，咱老人敢有？就干那干咩无？手干那看不无，手干那看不无，手干那看不无。这就是本土台湾人呢，有可能无？有必要无？你有感受无？可能好笑。咱做台湾人遐尼久啊，无了解咱即摆嘛是共款伫迄个。政治的另一种啊，咱爱换一个角度去了解、去看，人家的用心。今日来到这，你感觉讲啊，好佳哉！楼顶阿伯杀我来这上课，好佳哉！阮妈妈叫我来这上课，所以你爱做一个感恩的心，感谢今日你来到这，感谢有你来到这。早期足济人来上课，了经过有一次，咱失败了，台独的都甲伊讲，啊，因是骗人的，有一旁的人离开。咱有一次为人到尾啊发甲讲，后悔写批给秘书长，啊，我有影抱歉，我当初无智慧，我离开，足后悔。很多人无坚持，所以今仔日，咱一定要了解整个的法律基础、法律论述。所以新台湾论一定要读，你无读，你的中心思想、法律基础绝对非常的脆弱。一个风吹落去，你就袂记啊！啊，一旁的人早起拢安尼，结果今仔日。你歪头看看卖，咱的人是不是同款遐尼侪？是不是？对不对？遐尼侪啊，满满啊。为什么无迄落受到影响？有啦，一个月尔啦，哦，一个月尔啦，不准嘛。但是经过过程了，时间表明一切，一定要坚持。所以咱知影，日本人伫台湾的建设是非常水的。啊，1937年，依照万国公法，日本在台湾实施什么？华民化。到1941年12月7号，大日本帝国向美国宣战，啊，因嘛是足强派的哦，只干爱战，哈、哦，战干啊，大东亚这个战争爆发嘛，哈、哦。到1945年4月1号，台湾澎湖地区全面实施大什么？日本帝国宪法，从此。好，依照万国公法，台湾澎湖脱离了什么殖民地？啊，脱离了殖民地哦，正式的编入了大日本帝国国土。大日本帝国，喏，那里国土啊，好，然后人民呢享受大日本帝国的参政权。
迄当阵的有啊呢，吼参战犬，然后为大日本帝国成为合法的公民，对不对？已经成为，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台湾选出了大日本帝国的议员，议员啊，一个什么呢？喜饼，还有一个是简兰章跟那个绿野竹二郎，那个李宪堂三人，这就是建国嘛，是不是？当初日本这一定的时候，是咱有参战权，那个参政权嘛，啊，所以你看，这顶管这三字叫什么？要哪读？伊是虾米人？中国的，不是大陆的。大陆甲咱哦，以前都是讲讲，大陆啦，我们是神呐，这是错误的吼。咱今日开始，咱来讲中国，我们尊重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我们要去尊重哈。所以周恩来他认知原来未定论述这个话，所以中共的这一个中国周恩来非常清楚国际法的事实，他很清楚啊。周恩来同志他告知美国哈，美白宫国安顾问啊，声称要提醒他的，要提醒美国啊。1895年5月8日，大清大天这个皇帝已经将台湾周边群岛澎湖永远割让给谁？是不是？是不是？现在割让给日本国？天皇要记得哈，不是现在的新日本国，乃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那直到今天有没有改变？所以这个叫着什么日属，对不 对, 对, 对？前面我们看的是美战，这边看见的证据告诉我们，台湾仍然是天皇，所以叫着日属，是不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看见，甚至连这个中共的这个中国的南京外事办公室主任也要求美国大使馆公开什么？台湾岛是未定论。为什么台湾人都不知道？敢有可能唔知？民进党敢唔知？啊？都唔知吗？骗人的啦，是不是？对不对？那周恩来这个同志，他也声称了，要求美国总统承诺结束占领台湾岛的时候，不要应许哈，不要许可让日本光复失地啊，对不对？也他仍然不允许台湾独立运动啊，是不是？刚无法躲他独立，对吧？不可能嘛。他希望美国推动而发展，仍希望美国阻止台湾、日本怎么样共荣邦联的产生，未来咱可能啊，啊，对不对？所以呢，也并希望美国不要再公开未定的这一个言论了哈。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在1946年元月12日，流氓贱户将咱台湾所有的人强迫、强制将天皇的重名，马上变成为什么？擅自把将台湾本土台湾人的国籍集体改为准繁民贵，变为说你们是家林东是欧人，你敢知？知影是黑人野手，吼、哦，其他唔知吼、哦，其他唔知吼、哦。你新闻前后壁顶管吼，正边顶管的角呀，有遐有一个暗号，你从来唔知。你眼刚休困的时候，你得去查看嘛。他那边有一个暗号，看到暗号，伊就知影你是黑人。黑人甲我皮肤同款黑啦，比我较黑，你知无？黑人叫什么？你敢知？对呀、啊，奴隶呀、啊，听没有？恁拢是黑人，恁拢是奴隶，他有暗号。虽然修道也讲，擅自把台湾这个，所以他呢已经违反了什么国际法啊？也是海洋公约以及日内瓦公约啊，违反了这个，违反了这个公约里面说到，军事占领不得改变占领地的主权。也不改变人民的国籍，他们已经是违反了这个条文，你知道不？已经违反了这个条文，所以国际战争法
以及国际法里面他们违反了这些，啊，啊，那个等一下下课你们再看，然后看看哪一个比较黑，好不好？啊，你看看连美国什么，鲍威尔他也讲嘛，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嘛，信不信？这不是咱讲的呀，啊，你们要确认一件事情，伊西啊，他根本是一个流亡政府啊。他只不过，哈，他只不过刚好巧合，啊，那个时候麦克斯为了制衡中国，才把这一个以前他们是同盟国嘛，对不对？是暂时交给他来管理，托管，那个叫做托管哈，啊，你看看哈，在中华民国这个牌子哈，在1912年啊到1949年，他这边说明了他已经怎么样？结束了嘛，伊已经完全死了啦，亡啊，已经亡国了，哦，你看看哦，这个不是我讲的哦，他自己讲哦，你看看哦，1950年3月13号，阳明山庄革命实践研究院就讲这个就盖就哈，对于国民党他的文武百官演讲。他演讲怎么说呢？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哎呀，他的目的啊，他的目的，啊啊，蒋介石说，我们军阀民国，啊，军阀民国多七年，1949年，啊，终究随大陆沦陷了，啊，沦陷已没亡了，啊，已经没亡了，我们今天都已经成为什么？亡国之民，你还不觉得吗？啊，然后就不痛吗？这是不是跟你讲的？对不对？我们说流亡政府大胆的说，对不对？他死亡了，他亡国是要大胆的讲啊，这是跟你讲的啊，对不对？这是不是证据？这不是我被咱被插的呢？是不是呢？了解了，你有信心不？中华民国是什么政府？流氓政府嘛，有信心把你对别人讲无？有证据无？咱爱有证据，咱唔当黑白讲，对不对？对，咱台湾民政府就是爱有证据，咱袂当黑白讲。所以当初流氓的时，伊就向什么呢？啊，没他就委托美国啊，这个政府向菲律宾啊求救啊。菲律宾说安怎 ？No。秘书长就会讲 no， 他不接受，不接受就像那个谁黑红黑的啊麦克瑟求救嘛，对不对？麦克瑟求救，所以麦克瑟说，我无法度他做决定，我得爱清清清洗我的总统，当年的总统叫什么名？杜鲁门总统，报告总统，蒋介石集团有这个要求，不要他处理啊，杜鲁门总统公。你自行处理，才有什么麦克斯一号啊新命令嘛，对不对？是不是从这边来的？所以派舰去载他们到基隆港，所以咱遐的人佫排队要迎接哦，欢迎回到祖国。头脑是破膜呢，那个这个豆卡架卡拢嘛臭米摸，大家拢安尼，好臭米摸。因为流氓政府无哈多糖啊，谢钱哭安尼吼，来到家，大家家人的人拢嘛是讲，哦，操，干咩事，对不对？哦，所以他没有办法，连菲律宾也不接受。然后到今嘛为止，你该怎么样结果吗？啊，2012年6月，美国与中国已经安排给流亡政府 ROC 政府官员，其难民回归哪里？还没有，他说要先回归中国的时候，中国怎么说？不要，那一群人呢、啊，都是问题人物，我们不要的，那都是问题的，啊，他说不要，他说没有关系，我这边福建有一个平潭岛，啊，交给你，你敢知影平潭岛是安尼鸟不生蛋的所在呢？啊，对呀、啊，还是交易物件的哈。就无电，佮无水了吼，无水，结果即摆安怎？气甲足水，你敢知？是不是？
对啊，所以你看回归啊，他们现在目前咱即嘛用咱的钱呢，你敢知影？用咱的钱呢去建设这平潭岛短短的几冬哦，变成安怎？你敢知？哇，你水耶！会当容纳偌济人？你敢知？600几万人呢？哦，这个大是比这个新台北的这个两倍多啊，两倍多啊！怎么可能消灭他们啊？他们已经是共荣了，对不对？哈、哦，所以只要有中国人会当去哦，免钱哦。有中国人也就会当去啊、哦，所以他们会住在他们这里，连干那是这里港口尔啦。好、哦，咱用咱的钱偌济钱，你敢知？所以吼、哦，咱有影台湾人戆啊，啊戆家呢？哦，所以我们回顾咱今仔日。无秘书长，那是无这控股，咱今天是无可能坐伫遮啦，对不对？所以要了解整个脉络。所以在2006年10月24号，是谁？台湾平民政府林志深，哦，带咱200多人伫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提告美国政府。民进党东西为什么没人提告啊？台湾当局为什么没有人提告？对不对？好、哦，唔知对，唔知。所以呢，提告标题是台湾国际地位与台湾人权保护诉讼，暗号在这里，这别当骗人诶，对不对？别当骗人的嘛。所以到了2007年1月12日哈，元月12号啊，经过审讯的时候，美国。被告的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向法院提辩，讲啊嘿哦，嘿政治问题啦，免去插来政治问题啦，啊，要求驳回取消告诉啊，但是呢，换你安那讲，驳回国务院所请的，然后继续进行双方开始进行12次的攻防。吼、哦，你那时候去网络去看，应用翻译的，足感动的。哦，你连刚好去找一个，伊利亚空格的翻译12次的攻防的时候有翻译，你们可以去看。好、哦，到2008年3月，美国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的判决，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没有什么无国籍啊，可以怎么样上诉，并说明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在1945年8月15号啊，这个时间点。原日本国籍之台湾人跟台湾的后裔哈、啊、所以都可以提出了嘛。所以到了2008年3月31号的时候啊，这个原告啊提交上诉状给华府，啊，上诉状给华府。所以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啊提交给他就开始进行嘛哈、啊。到了4月1号，国院两度啊，他说啊，拢还是政治的问题，免去插吧啦。哦，国务院一直在用政治的模式、政治的方式，就是政治问题，免过来啊。但是法院还是驳回本案，啊，要不要要求驳回本案？但是法院的判决是一样的，驳回国务院的这个要求，驳回国务院的要求，让这个本案呢仍然进行实质的审判，啊，进行实质的审判。到了4月7号，啊，美国上诉高等法院受理本案。暗号在这里，对不对？所以我们讲法理论述，我们讲案件，单讲案件，绝对是有见骨，不是乌白第二步乌白讲的，有见骨的、哦、所以双方开始进行12次的攻防以后，审判的判决。好、哦，我们看到，到了2009年2月，法官下令召开听证辩论庭。那个时候，原告夏美朗。林哲森，他是为了拒绝怎么样领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的护照，他不要，所以因此呢，他没有办法赴约啊。他是由台湾平民啊政府董超啊、陈崇模等人出席啊，去参加辩论啊，去这个辩论厅去听被告美国政府，他是派谁呢？啊，哈佛大学法律系出身的代表律师莅临。到那个庭上，
我们看见了这集到了4月29号判决，现在应该是六十七了嘛哈，您来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判决的本土台湾无国籍无国籍，台湾人无国籍社会承认之政府，人民至今仍然生活在政治的涟漪中，对不对？咱都我讲的是不是安尼？咱即马仍然存在生活在政治的涟漪中，不该管。不该管，对不对？所以2009年的7月8号的时候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number 哈，案号在这里，说明这是本土台湾人二战后首次向什么美日太平洋战争征服者美国，对不对？它是依照什么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及美国宪法提出告诉，信不信？这是很完整的轮廓，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到了8月6号，这个本案告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他就怎么样？放弃了什么？那个时候，所以说明美国法律被告美国政府放弃了抗辩权，表示原告全体本土台湾人在原审对美国政府所有告诉之这个法理见解，全属于正确的，是正确的，国务院完全承认，确认了这样的事实，到了10月5号的时候，美国联邦高等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待什么待审，并不代表在这里败诉嘛，待审。所以说明了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4年，现在今天差不多67年了，诸多的形式不再什么抗辩，是不是？所以这表示全部确认，法院要求从今天以后必须依照什么呢？依法正确行事，但要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定案定规来行事，定规来行事。所以我们看见这个2001年7月4号，美国行政单位协助台湾民政府在哪里？华盛顿 DC 办公室就成立了，成立以后到了9月8号成立酒会，华盛顿 DC 酒会，美国国务院、国防、美国司法、美国国安局这些都派人，将近180人，这个盛况非常的空前，是不是？这是事实的过程。对不对？我们看见，然后呢？最近你们有看过这个吗？2013年的9月怎么样？酒会嘛，上次都成立了，然后到这里，而是酒会召召开记者会。你看看，这个是四季饭店。四季饭店一般来讲都是一个高级官员记者会，跟相当高层的人员居住的地方，一般的美国人也不容易居住在那里。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却有看到咱的机啊不？有无只？无简单吼，在哪里飘扬？是不是？那我们因为人数关系，我们分为两批，一批住在它距离1公里哈，而且文华饭店，你要我们的旗子在饭店怎么样？飘扬，是不是？我们接待贵宾，接待贵宾。你看我们的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的议长后面那些最恩道的那些最恩道最辛苦的，他是为开始到现在为屏东坐车来到这吃饭又要交钱请钱到现在几冬了，有时候哈到要死，哈钱哈到要死，他也是说为了台湾要打拼，不然这样不行，非常努力，今天没因那旁的人，咱今天我跟你说，你没忘啊，我跟你说，鼓励一下好不好？后面的议长在那边，看一下，稍看一下，后面的议长，爱会见，对不对？都是现在，你看，从头到尾都是他，咱的精神领袖，你看，对不对？咱的那个，这是咱的主席，
吼，咱的主席，咱要开始进行主席，讲诶，会当是毋是咱来唱一个歌，安尼啦。然后我哋讲，要唱什么歌？我们复兴天上空气。哎，就主席讲，哼，明白，安尼，哎呀，因为这种是民歌嘛，对不对？虽然词他们听不懂，但是这个调调，他们美国人都会啊。响为从天而何来？安尼啊，就开始啊练啊，真的是我们聚集的地方啊。你看，咱呢副委员这个苏委员这个的副委员长哈啊，你看，咱这见面哈，咱的底下欢唱啊，要过来的是讲啊，就美国人他们怎么听？当当当当当当当，好，他们阿妈想讲，哎呦，阿多个阿妈弟啊，阿咧咧，哎，怎样节奏拢赶快呐？啊，所以诗歌来对，高音差不多东西，民歌比较多了哈。哎，他们的这个民歌，所以他们也是一样跟我们欢唱。这个是证据啊，看到我们这些状况，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今嘛，咱来了解。你看，我们要确认。这个5月14号的时候，这个谁？温家宝，日本首相野田，然后呢，韩国，对不对？这些高官在高峰会议正式的宣布，钓鱼台怎么样？为什么？日本固有的领土。哎，三个领袖，钓鱼台，基本上不是中国说他的吗？但是当时东尼伊不是的啊，温家宝安那讲。啊，这个仅称之为核心利益啊，对不对哥？所以我们了解，你看看，所以在这里呢，白宫9号也是啊，亚洲安全议题的时候，奥巴马强调要处理，那要解决南中国的海域争议，必须要怎么样和平解决，是根据什么国际法？所以从那个时候，任何有关台湾跟中国的议题，他必须要依照国际法，对不对？依照国际法。所以李登辉总统他不是说吗？台湾美国是台湾是什么？美国军事占领的嘛。那咱最熟悉的是谁？阿扁总统，伊阿咧讲，我是美国军事建户的台湾的执行官嘛，是不是？这说明的清楚嘛。这个熊叫咩嘛？他只不过是指挥的当下的军事的执行官而已嘛，行不行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美国太平洋司令威拉德今天他说，国会代表太平洋司令部每天都在执行台湾的关系法，来有这个义务来保障台湾的安全，这已经清楚。所以美国有离开过台湾吗？没有嘛，所以前面不是讲说美国仍然时时刻刻都在注意台湾的安全嘛？为什么？它是占领国啊，是不是？所以美国台湾是美国暂时占领管辖领地，美国拥有什么管辖权嘛？所以日本台湾还是日本自己建国完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只是暂时不能治理嘛，对不对？暂时不能这。也是为何中华民国为何不敢以宪法第四条将台湾并入他的版图呢？行不行呢？所以这个东西再再的证明，台湾跟中国是人人 conquer nine， conquer 如人人 conquer nine， 大声响来一杯起来，人人 conquer nine， 对不对？哦，完全没有关系的。大骗局来了，你看看，我们先看吧，整个轮廓你不是很清楚吗？有光复节的几种？Miss 有光复节吗？以前啊，被骗，台湾人被骗就光复节。光复节那个歌怎么唱了？我忘掉了。在部落还拿那个油灯在那光复节啊，对不对？往偏干阿咧，咱嘛是欢喜到要死，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有什么？为什么可以不要嘛？这个表明什么？今天仍然是被占领国，你要听我这个老大美国的耶，对不对？
只有台湾人哄骗骗家都唔知呢，那民进党还来光复，光什么复啊？啊，光复，光到今麦伊嘛是去伊边遐看到，看到安尼世宗啊，哎，都目屎流个，阿公阿嬷哦，对不对？还光什么复啊？可怜的台湾人，好家财，啊，咱吃的唔是迄旁的人，对不对？咱为着咱家己过一处，过来一个。所以这一刻，刘王建富启动未来要离开台湾。你看，哇，老你敢知？是虾米人？马英九自求多福啦！啊、哦，自求多福，马英九你看，啊，秃头我嘛差不多啦。我太太讲我比较缘投啦，啊，安尼啦，啊，所以呢，他已经知道他要离开台湾，要向你们说声拜拜。无偌久啊啦，咱有信心无？咱绝对要有信心，好无？马上要离开的啦，对不对？离开去倒？咱拄啊讲的平潭岛嘛，是不是安尼？哦，咱拄啊，啊，那是因家的代志，咱免考虑到遐尼多。咱得到咱家己的迄落就好啊，对不对？为着咱的子孙，咱拄啊吼有看到嘛吼，因他妈要登桥家嘛，啊，平潭岛。这吼平潭岛开所开的钱拢是咱出的，咱去受苦。嗯，所以为今仔日开始，为今仔日开始，咱袂当予咱的囝骨头目屎，我都有讲的。你感觉痛苦，你感觉疲劳，但只艰苦。你看恁子孙目屎流的是阿公，你即马足侪少年人袂生囝，你敢知？为什么？报纸今麦不是有登迄个同迄个大同无？今麦无怪恁拢无啊，多人生子孙，原因伊都开始放毒，这敢是政府的心态，对不对？侮辱恁呐！你敢无感觉？看到恁子孙伫遐好的时，见到恁囝某一个迄、那个一个囝的时，敢唔知下一餐不知道怎么出那个哪里来？日日开要饲，会当饲一个家庭无？啊，22K 可以吗？不可能的代志嘛，对不对？所以呢，无奈啊，囡仔足些孙啊，拢即马开始无奈呢。无要插人啦，你这大人无法度啦，无才调啦，干靠一支嘴尔，对不对？哎，个阿公，我着脚麻无法度啊，你脚麻，你无害我安尼好个要死，无帮唔知当时我会得着安怎？好佳哉，台湾民政府转来了，开始笑眯眯啊，好佳哉。我阿公努力去上课，我开始有帮，就开始欢喜到要死。到尾啊，暗时啊，连迄个啥，连那些草草鞋啊边啊，哎，都困的都嘛足平安的，困到足爽的，我安全啊嘛，有帮啊，对不对？咱的子孙嘛是安尼，是不是安尼？你努力起来，咱的子孙就是讲阿公好家才有你，咱手加关一下，对恁边啊讲好家才有你来拍手。向你边仔的人啦，免家己落啦。然后家在屋里来白切，是不是？你看笑眯眯安尼奔到台湾，我缘投你敢知？爱是上安尼啦，好唔好？哦，安尼来，伊那讲，你不要让别人告诉你你办不到，你办得到吗？办得到。大声说，你办得到吗？办得到。身份证你办得到吗？带小狼来家小狗，你办得到吗？办得到。孩子说：“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告诉别人你办不到。啊，你有梦想，你就要好好保护它。当幸福来向你叩门的时候，好好抓住它。您给他一点喜，五狼来叩门，回咱亚台湾民政府经过法理的论次，你家的给他去看也来家，对不对？对。所以您有影是上好的人。”好，囡仔，我干嘛讲爸爸？绝对不要让人家要告诉别人你办不到，啊！我们都是一样的心情，好不好？这时候你该冷静，要冷静，因为这一座山这条路不像你简单，就管很陡啊！而我们不要只有不断的啊，那往上不断的爬，不断的突破，可能你会伤痕累累，不足感慨。哦，但是直到另一端、另一个头更有美好的事物，
去探讨，啊，去探讨。所以看见了，你看证据，啊，看到了曙光，证明了一切。这个是基德舰上面挂什么？美国国旗，对不对？这个为什么是改变了吗？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新的希望嘛。美国军事政府新建的什么？啊？大使馆在哪里？内府，对不对？你看已经盖出来了，是不是？当时现在已经盖出来了，这就是一再的告诉我们新的希望啊！你还怕中国来打吗？啊，这边新馆设立在台北啊，这个内府它占的面积是6.5公顷啊，6.5公顷啊，就大对不对？它还看花痴的话，这种啥？总的经费是1亿7000万美元，啊，不然一估告给你差不多完工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边在这的证明一件事情，美国已经在注意，他本来就要进来，将这个流亡政府解决掉。所以必须对我的讲，4月到6月，什么人会入来？美军入来。安尼就来解决处理咱国的，哎，就咱台湾的代志，对不对？所以有信心无？但是美国要求咱4000个，4000个要倒退，咱即马到即马安尼来，未付啊，等到明年也无可能啊。所以回去的时，爱找较高、有专业领域的少年人，我无讲老人无袂使啦。最起码政府爱接嘛。嘛是爱有一个老人，啊，够有一个专业领域的人介绍来安怎来上课，然后到年底，上好到年底4000 ，OK 啊，好不好？安尼会使未？有法多传两个人举手，其他无法多吗？有法多吼，你五个吼，好，我来讲，你传两个，我甲加起来都够啊，咱年底都万载。万载，万载，因为完成了嘛，对不对？好，那当时你家说阿公好加在屋里，把赛道感动、感恩，对不对？来努力，来打拼，你看惜别了。哦，这什么呢？这什么？谢文琪。哦，慢着，车连牌安怎？无啊嘛，对不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嘛，哈，所以美国啊，咱那一个美国的机，啊，像美国军机来到台湾，自由自在，无法度通啊管，吼，啊，一来到松山，伊嘛是同款，哈，你看，拢有嘛？你看咱这有没有印象深刻？3.11的时候，进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我们台湾的海关？为什么？啊，吴敦义公，我是可不可以派2-3个来帮忙协助你们？美国公 ，no， 有没有？标题下面，这是他占领的嘛，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这里证明了太多太多，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啊，我讲公公，哎，你要申请身份证，你讲，嘘嘘嘘，我做行李哦，较敏感呢，你去死啦，你敏感，对不对？你去死啦，哦，你看这些都已经证明。这已经涂掉了，已经都没有了。你看，车连牌啊，无啊，对不对？这些都讲过了，那怎么办？身份证，这是什么？啊，恁家的人是本土台湾人吗？本土台湾人也唱，不了，我不相信。你真是本土台湾人吗？你拿证明给我看。好，不要解释。那你身份证，你拥有这个身份证写什么？剑发名贵，对不对？滚啊！对吧？那个这是不可能，没有证明，没有办法证明他你是本土台湾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台湾人的身份证，这样对不对？接下来下面，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台湾政府的身份证是不是？接着是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后边。你看，什么人核发的？基本下下 USNG 美国军事政府核发，国防部核发的。架杠的，咱需要。你认为你是本土台湾，你就爱有这种的嘛？对不对？哦，你无这种的，你就安怎？
你袂当伫遐等奇迹啦，含着眼泪痴痴的等着奇迹啦。OK， 为人等你要做官啦，哦，但是要解决台湾目前环境生活的困境，啊，要解决台湾唯有申办什么？一切就怎么样？对不对？这是简单的一条路，你唔做，你要等个当时，等到咱差不多脚麻手麻安尼。我来讲，咱认知了解，刚才这条路是要白嘛白来到这，对不对？咱要有这种信心，要有这种毅力，要有这种的看法，要有这种的思考，咱较有望。所以咱要有什么？欢迎我们参加这样的列车啊！所以咱过来努力打拼。发动安怎？这些人来安怎？第一点，完成四千名接受高级班的训练。好、哦，今麦也够一千个人，所以咱来努力，好唔好？你经过安尼，你有够要增加？你邀请的人无？暗时啊，困的是你想看卖哪一个人有法度人啊做？你爱去思考，做梦的把梦出来，梦到来到这，来努力。你无努力，这四千个人，等到明年、后年，咱艰苦、咱可怜啦，对不对？咱爱这种发展你的人脉，完全、完成美国要求的四千名接受训练，咱的身份证 ID， 对不对？所以你啊，你的社区、你的朋友、你的职场、你的亲戚，安怎 ？Go go go， 好吗？有信心不？有信心不？该先不搞呢。有信心不？咱站起来，咱站起来，大声讲，我有信心，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因为我是本土台湾人。好，请进，给自己爱的鼓励，好不好？安尼。所以我们看起来，我们可能后个月就完成了，这样可以吗？但是秘书长说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真的哦？你准备好了吗？要执政了呢，准备好的进程要将这四千人做，马上要完成，好不好？所以今天开始，你绝对要用心，我疲劳，我忝，你也要努力，这是为着咱的家家顺顺，咱今日无这种的思考，咱非常可怜。过拖两个月，我袂堪呢，我脚麻手麻，唔知后个月还阁会徛伫遮无？对不对？但是我有信心，总有一天我无法度徛落，我爸嘛来到遮。为虾米？为我的家家顺顺，我无偌久，对不对？我绝对先为着伊打拼努力，大家要有这种信心，好无？所以感动，搁再一次感动。所以感谢您今日来到这，我有影看到这些人的事，目屎用吞的。今日这些人来到这，咱的时间，咱完成成功，马上到，马上到。咱的手搁举高一摆，向你边爱人讲感谢。咱爱互相努力来，互相。感谢。爱会记，你隔壁的手是不是烧的？隔壁的手冷的，举手我看麦。绝对有生命，对不对？是啊，绝对也够有我，对不对？所以爱行路，嘴爱安怎讲，对不对？脚安怎行，手爱手爱牵。看来家，哎，好吗？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为止，非常感谢，谢谢各位同学，请起立。